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我的 IG、FB、推去 BB 还有 Discord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一箱这个天地劫手游一周年的礼盒啦。好，然后老实说，我拿到的时候啊，还蛮惊讶，因为真的蛮大一盒的。那在周年庆节目里面就有展示过里面的东西了。那我猜最大的东西应该就是那个漫画书的部分啊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。其实背面就是一个盒子，就是一个盒子。然后这个要小心拆，因为其实我已经有拆过了。它其实后面有一个双面胶，双面胶连住。然后这个就是啊，反正就是一个胶带连住，然后这不重点。OK， 我一直以为，我一直以为里面是有那个。就是把它装好这样子，就是一个一个卡进去这样，结果没有。然后这个还是这个是怎样？它掉出来是怎样？这应该是那个什么无线充电盘，无线充电盘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无线充电盘。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的，这个不过它看起来真的很小，我的手大概这样，这是我的手，其实我手蛮大的。我手蛮大啊，这个手上有很多茧啊，这个很小很小一个，来看一下啊，它是蛮漂亮的，它这个是可以客制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去查了它这个后面的型号，你们知道 Google CG 10瓦，CG 10WC， 然后 QI G，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牌子叫做什么？叫做这个翠工坊，翠工坊应该是翠工坊啊，它是可以客制化，就是无线充电盘上面的图案的，所以其实厂商还算蛮用心的，还是客制化一个这个出来。那它就是十瓦，那对，是十瓦，没错，就是十瓦。所以各位啊，如果你想要做的话，你直接去翠工坊哦，你要在资讯栏再补充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啦。他会把你贴在上面，然后这是台湾制造的哦，产地是台湾的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线啊，线是一般的 micro USB， 就是我还以为是 Type C 的 ，OK， 然后这边看一下，这边可以拔下来吗？可以耶，拔一下，然后就是说明书，好，这是不是重点啊？反正这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啦。啊，毕竟我是山西控，所以还是这边会讲比较多一点啊。总之很漂亮，好不好？很漂亮，配上这个盒子啊，整个质感都提升了，有没有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，啊，后置不会有光哦。来，啊，再来是这个明信片的部分哦。提到这个明信片的部分哈，大家记得之前大师有开箱过。天地劫手游刚台服刚上的时候，然后我有收到明信片，然后那个时候明信片拿就是寄回去那个官方嘛，然后会送一个东西，我记得是这一张，同一张，我超后悔寄过去的，因为他只给我一个烤鱼跟一个十字印，所以还好我又拿回来了，然后剩下就是之前那些的那个明信片，应该是一样的啦，没记错是一样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有说嘛，就是这边有一个角色嘛，宁山老人嘛，还有一个真印嘛，对不对？这些是一样的。OK， 好，这张啊，这张是最漂亮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天地劫手游版的剧情部分的，然后漫画者是蔡宏忠。那有在法老大师的频道啊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大师有做过。就是官方 po 了这个漫画的内容，然后我去自己配音，然后去做一个还配音效，做一个小短片，这是一个漫画有声书啦。然后那个老实说没什么人知道，但是我做那部剧情，做那部影片花了蛮长一段时间的。你要后置把它放在旁边好了。好，书。那里面就是哇，提灯，哎哦，就是这个是哦哦，
哦，不知道到时候阴千阳会不会长这个样子，农业会不会长这个样子？应该是不至于这样子吧。阿良跟于西，然后这里面的内容其实在官方都已经有 po 过了，但是对大家来说就是变成一个收藏的概念这样子哈。啊，好说是蛮浓性的、啊，把我那个《神魔之传》攻略本放在一起好了。对，好，后面就是他就这样。啊，有兴趣的人在官方看也是看得到了哈。于西，好了。是这样，放滑鼠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滑鼠店的布，我觉得滑鼠店应该也很好看。要怎么开？哦，可以。哦，这个声音好恶心，这个要小心开耶，这个会把那个磁带用破。下去，下去。好，要出来，要出来，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OK。哇，这个。其实还不错啦，这里面最漂亮的 是这个滑鼠垫，也是蛮有质感的。我现在用的滑鼠垫是当初买的那个Overwatch 的滑鼠垫，愧手。不过这个比较薄，我的是比较厚，它其实很薄，它其实蛮薄的，对，它是薄薄一片这样。这真的是电子滑鼠垫，这是不能愧手了，它其实不能愧手，舍得用吗？因为你手如果愧到这边，你的冰里啊，我你就压到冰里的，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就会把冰里这个弄黄这样子，会把他的脸上用黄黄的，所以舍不得啊，舍不得哈，舍不得。好，再给大家看一次，真的很漂亮。这印刷蛮不错的，这是谁印的啊？蛮好奇的，也真的很赞哎。不过他是不是……啊、哦，不管，这还蛮不错。不过大概也是收藏的价值的啊。好了，今天开箱就到这边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天地节手游一周年的礼盒开箱。那从天地节一直到现在，玩到现在，玩这么久。那，哎呦，撞到！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大师频道。虽然我不保证一定可以一直做下去，但是如果它持续更新，然后越做越好，那只要我有时间，那我就会尽力去做这款手游的东西的内容，给分享给大家。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天地节礼盒开箱的部分啦、啊。好，希望天地节手游再让我们可以迈向第二年、第三年，甚至像到十年这样，十年好像有点难。希望啦，希望啦，希望至少让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十字系的环生节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集的影片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对不对？待会看到吗？就是它的充电板呢，就是会发光了。我是充了才知道，看它会发光，还有呼吸灯的概念。放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点就是会亮蓝光嘛。然后你电插上去之后，它会亮红跟蓝，就这样。哎，还不错啦。我刚插上去的时候，我也吓到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